你跟彤彤这样一起很有感觉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们两个这样看起来，其实他好像一个 baby， 好小哦。悲痛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，所以说希望大家能给予空间，让他疗伤止痛，我们希望他能走出来。现在我们正在看上帝对爱晨的礼物，突然出现了一大堆适合爱晨的礼物。因为宝宝要那个，好看，哇，自己看好不好看？哦、对，很有气势，好不好看？你的气质跟气势都不一样，而且显起来变得瘦哈，是不是？很显瘦哎、欸！现在这种天气啊，就穿这样，真的很好看哎、欸！天哪，天哪，有没有觉得很好看？很好看，我身材是跟一样的耶！哇，哎、欸，这件很厉害，哇，伟大的作品，对，伟大的作品，哇，你看这件，跟着我的身材在买衣服哎、欸，这件很高级，你看那个肩线。很特别，爱晨这给你，给爱晨好了。哎、欸，你真的最近要买衣服啊？对啊，对啊，你自己看是多好看，这是好看，可以哦，长版，这可以哦，长版很好看哦。而且你看这个设计度，我为什么要把这件衣服给他？你像气质差很多、欸，你跟彤彤这样一起很有感觉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们两个这样看起来，其实他好像个 baby， 好小哦。我们跟这个百年吉他一起来拍一下好了，这边来合照一张好了。对，我们俩来大合照一张。来一起来，来一起来。